这一团演到晚上十一点。不是。宪哥，你手在干嘛？你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好好，探视一下。哎，不要回来！哇，你跳起舞来，杀气好重哦。我们现在马上就是尾牙要到来了，尾牙季来了，抽奖抽奖。我们有时候在路边，我们要摆一些这个路边摊，对，会有一些韩式。韩式吃到饱，对对对对对，就轰烈式就对了，对了对了，让很可怜，流浪人流浪人，然后请他们来吃饭。今年台湾整个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太好了，只剩下三个游民。哎，他们是老板。我们镜头走向第二现场，白沙湾。哦，欢迎李品生，老板，大家好。还有生田，哈喽，大家好。还有子清，他因为疫情，所有的店几乎被关掉了啊，所以今天就来当韩式，好不好？丫头，欢迎丫头。品生啊，已经有几年没有这个所谓的尾牙了。大型尾牙了，这三年真的是含辛茹苦啊，对，快要当韩式了。红，你这套西装穿了六年就可以出来，但是六年还是红彤彤的，很漂亮的。而且它随着体型的变化，虽然有挤的有点挤，有点崩，它还是硬挤进去，哎呦，还是 OK 的。它的情况啊。比较尴尬，等于是蜗牛长大了，但是它的壳没有变，并没有长大，而且穿的跟我们今天第一套服装很接近。我觉得他想加入了。啊，森田呢？森田，你们这个业绩其实变好哎，电商其实一直都很好。其实我觉得疫情这两年更好吧。我们疫情其实就到，因为宅经济。然后我觉得现在解封之后应该也会更好，因为电商本来就还不错。话不多说了，好吧？等一下我们过来跟你们慢慢聊，因为那边有火锅，有火锅，这个保险打边炉，哎，谢谢。炮竹响，那一年一段，那个梗是什么？这个穿新衣，戴新帽，家家户户吃火锅。哎，没呀？确定是这样讲吗？确定吗？穿新年好，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家家户户来打鞭炮。鞭炮，这样安全，这样安全。要鞭打鞭炮可以，要加鞭甩的，有。来，我们再次感谢哈。普普贤，普普贤打边炉，普普叫普普贤哦。对对，因为他叫啵啵啵，他开的时候啵啵啵贤，啵啵贤呐，打边炉啦。我们就来跟一边吃一下，当做这个尾牙宴，好不好？第一组要为大家表演的是 Table Girl， 厉害！这一团他们叫做 Table Girl。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高雄的 Table Girl 阿公团。请到你们了，真的，早就想请他们，很难邀约的一个团体。成团多久？成团？我们成团已经有十年了。十年啊！所以你看不出来有这么年轻，有这么大。对啊，十三岁就开始表演。哎呦，童星，童星啦！小时候就开始。十三岁就开始表演，十年了。对。那你几岁开始说谎？哎。喂，十三岁那一年开始。你要这样子，年龄是秘密，对，秘密是要逼问。Many， 你们都是已经，他很容易逗乐，你知道吗？然后你们都穿上去什么场合表演？我们最近最多的就是尾牙活动，有一些兄弟的场，你们也敢去？是吗？对，真的很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但是要注意安全。什么叫必要的？很缺钱的时候。很必要就是如果有钱，金额真正很高的时候，那就是必要的时候。这个就是必要，价钱甜甜的时候。我说，因为我们当艺人呢，刀口上舔血，对不对？真的啊，去到那边，哎呦，底下通通是黑社会画龙刺凤的。对，还好我们直接亮出来，我们也没有在怕的哦。你叫马乌马，叫马乌马。他吐呢，他有人有底下这个看你们表演会过来，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刺青，他吐吗？刺青啊，
说刺青很漂亮这样子。哦，以看刺青之名哦，先欣赏之实。啊，每一个叫马丁尼啊，对，很会喝咯，马丁尼。好喝，超会喝的，哎呀，真的，听声音就略知一二。那个是我亲姐姐啊，亲姐姐，我们是姐妹。哦，那她十年，你就更久喽。20年，这位是 Vivi， 嗨，你好，你好，你好，里面个子最高的哦，173公分，还有这么高？那你那么高，穿高跟鞋这跌倒等于踩高跷哎。我已经是最矮的鞋子，鞋跟，天哪，出手不要那么重，对啊，韩国的宝儿。对，我就是因为很喜欢他。宝儿，哦，小时候就是看他，是原住民的宝儿。哦，原住民，台湾族的宝儿。张璇，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这个嘛，我的宝贝，宝贝，那是另外一位璇。这一团我们也访问比较久，对，否则的话，你看后面。对，在什么？我觉得可以多聊一下。他们身怀绝技，哎，也有浩辰哎，跟政委，我要访问他。只剩下熊妮了。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多聊一点是不错的。唯一在那个啦啦队里面，唯一比林湘大的就是熊妮，真的非常有看头的一位。他1岁3个月，算得那么清楚。是，哎，当然他们曾经，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表演到，比如说警察也来攻击？哎，警察。对，其实当时我们在表演，台下就全部都是黑社会。哎呦，表演到一半的时候，霹雳小组突然冲进来。真？霹雳小组？那他们有说那句吗 ？1、2、3、4，霹雳，霹雳，霹雳猫。我们小时候，他们是用唱的，是啊，霹雳小，嘘，3、2，冲，噼啪啦噼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次还是慎选通告。这个是我们儿时的回忆。中南部的活动其实接一接也够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警察冲进来抓人啊！对，他就说那边有重大通缉犯。所以就直接冲进来，那其他黑社会有拿出 biang biang 的东西，就差一点，真假引起枪战，拿喷子啊，对，那我们就赶快下台躲到休息室。那警察冲进来，他有说小心小心，等一下，你比较危险吗？喂，谁是我警察？小心小心，其实我们都是正经人，对啊，正人君子，谁会相信？对啊对啊，那尾牙因为遇到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有嘛，有没有你永远难以忘怀的？就是之前有一次有一场尾牙，然后就有一个大哥喝醉，可能就是有点喝太嗨了，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要爬上舞台把我抓下去，这样爬上去，就是一直要叫我跟他交往，哈，叫你交往，现场直接，然后他太醉了，对，然后就他的小弟也是全部蜂拥而上，就是围住我们，哇，然后直接大吵大吵，担不起，那你怎么办？就是我们就赶快撤下台啊，这个最危险了，多多少少了，喝醉的。老板们，对，他也是有一个大老板，有了，然后想跟他交往，对啊，是是是，他尾牙里面，哎，然后我在现场嘛，我说露露真的可以，真的，因为他是企业的创办人，现在94岁，而且他又喝多了，快了快了，两家上市公司的老板，你随时会变董娘，陆董，陆董娘，陆娘，陆娘，这周我请了，高早细回，高早细回那个卢能拜的创，卢能拜。哎呦 ，OK， 不用那么辛苦，还要录影嘛，对不对？来，今天带来什么样表演？敦煌太突然了，我不会，有点突然，有点吓到。转的很漂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转的很漂亮，转的很漂亮。歌名叫做，歌名叫做是《敦煌丝路》，欢迎他们 Table Go。就是大哥出狱的时候，敦煌之路，大火Thank you.
是吧？是啊，就会有事。板凳军统，板凳军统，军统板凳，这个要溜一下。我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你教我要看哪里？我不知道啊，害我被火锅烫到。哎我就先私了，好不好？今年我公测尾牙，我公司大有2000人左右。哎呦，你们就来表演，你们从我们6:30开始，差不多6点来，6:30开始啊，然后您就这一团演到晚上11点。不是，稍微会衣服换一下，准备同一只，不要3个钟头，好不好？来来，哎，你们公司也找这一团了吧？太精彩了！这边是 VIP 位置，哎，我刚看的好清楚哦。刚刚这表演我真的吓到，我不知道原来现在的表演都是这么火辣。平生有没有一套服装可以借那个丫头换一下？有，哎，这套穿回家，这套穿回家，有这套，这套。喂，欢迎员工，欢迎。这个鬼新娘。对，那个头纱用白的，不能用红的。对，因为他那个是冥婚。哦，他是我下面的吗？对，他是我下面的。来来来，这一团这一团，感受怎么样？没有，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刚刚音乐其实有起承转合。其实我刚刚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脱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刚刚一直也在看。对，所以我刚刚觉得是他的族群，所以他才会接到大哥节，因为大哥真的爱这一位。这个如果是真的尾牙的晚宴啊，阿玉他这么可爱的，我们真的会动。真的，应对进退又会聊天。难怪大哥求交往，改吃一定要佛跳墙的，真的。来来，我也跳。社陪你来讲一下。不要讲，他在平生。平生啊，老板。老板，老板。社大哥，哎，跟各位报告，是是。这个就是观众永远想期待，平常看不到的。对。这个女神下凡呢？他们还赋予这敦煌女神是会飞天的，对对。你们去看过那个壁画的话，刚刚他们就有飞起来，有呈现出来，而且有满满的感情，那个笑容啊，满满的技巧，对这个舞姿的技巧，这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一用再用，续用，会推荐，因为他们一定很多的舞马，而且很适合做开场，大家都开心。好，各位，你们觉得他们这一场表演大概是2首歌吧？两首歌哈 ，OK， 六个人，两首歌，六个人哦，外带敬酒，这样，还有敬酒，还有敬酒，敬酒要另外算哦，另外算，敬酒没有陪，敬酒跟陪又不一样，是在台上这样，哎，大家辛苦了，有这种有没有敬酒要看情况而定，哎，什么意思？比如董娘不在，哦，那就一定要先打听清楚，好，到底认为他们的表演多少钱？1、2、3，举牌。13万，哇，还税内啊？8万，12，写的很细。原本是12,200，但是他刚。
我们现在都是以台币哦，台币哦，十二万。那如果脱了这个后，精彩度有加分，就变十二万。OK， 啊，我这个五万是，我看就是红包表演的 demo， 差不多就是五到八万，差不多。来，你这个比较精准。啊，因为我们公关公司要赚差价啦，对啊，我这个算成本价，这个至少我看哦。因为我也报时的，为了贵节目，这个五万成本要五万真的 OK， 这个每个人都是这么的。啊，如果有额外要求，比如下来敬个酒，加个一万是应该合理。敬酒加一般哦，像我们那种阔绰的老板，我们就比较愿意分享额外红包哦，少说再给个三五万。哇哦，只要开心呐，主要是气氛好，好不好？找对老板很重要。辛苦了，那穿搭会难吗？会不会难？看到你就不会了。哎，你们会很会，我最近受耐度变很差。好了好了，那先休息，好不好？还想一起过来吃火锅？我们可以喂你吃。大哥，我变红了。好，谢谢 Demon Girl， 来，请坐。各位，还有第二支团体，他们是很猛的哦。这一支他们表演的特色就是他们不接受任何的访问。没有，这么特别吗？这个有，他们这么坚持吗？有啦，还是要聊一下。他们说没什么。有啦，他们肌肉很大。他们要杠上吴承。你给我过来，过来访问。看他们表演，真不要。Drove to a murder machine. Whoa. Yeah. What? Why? What? I don't give a fuck, boy. Middle fingers up to you, fuck boys. Everybody COD, yeah, we fuck boys. AOPE, black rap boy, trap boys. Listen to old songs. No clone, now we dead. Going home, so stoned.来的更好了，因为今天现场有 Devil Girl， 来，那个肾上腺素都起来，一定有，直接分泌搞木头，有。
我觉得很棒，真的很厉害啊！真的哦，我看你看啊，惨叫疯掉了，哇，真疯掉了！哎，刚好我们今年我的公司也要办尾牙，那我就请两位啦啊！我们公司只有色胚，只有我跟我妈，我妈一定会喜欢，是为了要满足你们两个出席的欲望，像话吗？对，刚好来来压头压脚压脚。我觉得我刚刚看到他那个抖脚的部分，他的脚好厉害，好会抖哦！那个音效对的多好，对，他的音效对脚很会抖脚，但是这个。不是点歌的专场吗 ？Popping，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他很会吊单杠。因为俗话说得好，钢蛋吊单杠，钢蛋不给钢蛋杠。来来来，你来吊，来，真的可以啊！来来来来来，不是啦，哎，等一下，真的啦，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有这个特殊才艺？很会吊单杠，来来来，吊吊吊。厉害厉害厉害！可以可以，有没有看到？刚刚是跟那个音乐的搭配呢，是天衣无缝的。人家那个，人家他们两位也不过要来赚一点尾牙的钱啊。对啊，我出那么重的招，你刚刚几个招数比他们表演还要更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愿意。我是觉得怪怪的，怎么回事？两位，他因为他们练这个要很久，以前一定是体操底的，对不对？哦，没有，我们都是几乎都是兴趣的，兴趣怎么可能？哎，身体这个练成这样，你兴趣练成，宪哥，对呀，你手在干嘛？你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好好，他举一下，他举，感觉，感受，感受。哇哇，他这种是刚刚好，好大哦，对呀，你看这样，哎，不要碰，没有，我没有，不能用，我没有碰到，我是这样，至少要逼抗，逼抗。我跟你讲哦，刚看点点唱表演，你们两个输狼不输丁啊，输丁的男照面，男照面对不对？加码给他看一下，好吧？来一个什么？来一个人体国旗，国旗，国旗，飘起来喽！哎，我叫，我没有看过飘起来还会往前走的。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我叫何浩晨，浩晨，浩晨啊，你？我是林政伟，林政伟啊，政伟。好，浩晨，二四有六位，哎，你比较会喜欢想跟哪一位当？还有一位，我是第七位。对，这七位你比较想跟哪一位一起来飘？飘这个旗子，哪一位是你喜欢的那一型？应该是鲁鲁这一型。哇！身体也很好，但视力有问题。哇塞！巨你也才跟跨干科阿丽嘞，你也讲话实在一点。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了，我的最喜欢的还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啦，哎呀，除了女朋友以外，他其实今天讲出来，你们就好吧，确定要跟他交往。好，他最喜欢的是小郭。大家看后排有一个小郭，看到了。小郭，小郭没有脱衣服，他脱掉衣服也是很好看的。是，还有360度旋转是怎么样？怎么旋转？我示范一下。你示范一下。我们来压杠，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压？怎么压？怎么在脱？怎么在脱裤子？哎，压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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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压杠，压杠。来来来来来。哎呦，来来。哎呦呦，我可以。哎呦喂啊！哦。小心！哎呦喂！哎呦！哎呦！帅！掌声鼓励！哇！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哇！太厉害了啦！哇！太棒了！哇！你刚好在看他们吗？你刚刚都在看压杠，压的很好。什么啦？人家转成这样360度嘞！压的非常好哇！他的刚刚是他在压，是他在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你在干嘛？不是啦，刚刚在飞。翻了一次而已。不可以这样。那我们真的要问仙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这样看完之后，你觉得妹妹压的比较好，还是姐姐？妹妹压的很好，姐姐压的经验很够。你们可以关心一下她的手皮磨到不见了吗？套一句露西派常讲，大喷血。哎，露西派常讲了 ，Who cares？ 露露很 care， 露露很 care。我们也是女性观众。你们有没有表演到突然间流血出来？是他们。哦，哪一个？
流血，哪一个流血？哪里？就有一次在表演的时候，下来刚好手皮被单杠扯掉，手皮被单杠，哎呦哦天哪！哎呦喂，会扯成这样？为什么？你是手皮粘在上面？我们表演的时候都会涂紫花粉，增加摩擦力，单杠的摩擦力，对，为了不要让手滑掉。哦，所以就变很摩擦。哎呦喂呀！然后扯到这样。对，那受伤之后，我们还是一样拿那个学院胶带包起来，继续表演，继续演上这样。所以你看，很痛。然后人生就是这样啦，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勇敢把它冲过去，好吧？冲过去。再次谢谢 Devil Girls。不是，你们团名叫做什么？叫杠上舞者。杠上舞者啦。杠上舞者。不管怎么样，今年我的公司尾牙欢迎你们来。谢谢。对。OK， 来，丫头，来，多少钱？15万。你有毛病啊！有啦，这一团六个人，你才给5万块、8万块，不一样，有我们原本团队是七个，不一样，性别不一样，七个，性别不一样，这栋比较大，哦，七个，因为我们公司女生比较多呀，对啊，也有女 ，T 也有女生，好不好？又不是只有臭男生，对啊，我们是回馈给员工，你说你先激动的有乡音是不是？要回馈啦，升天捞是，七个捞之第5万。对，因为我太少了，我让我解释一下，这个机器就不值了。我知道，可是因为我们是用人数去算。那假如他今天是6个人表演，我觉得应该也是8到10万。人海战术，他们可以出到7个哦。可是我还蛮喜欢他们的，因为我们女生员工真的比较女生比较多，那一定的。好，来，用人数去评称评称。我给这个金额啊，是有分两个项目。一个是3万，3万，还有这个设备啊，要请货车运过来，这单杠不简单，还要有人压杠，啊，这一定有助理的，所以加起来是4万。但我要讲哦，其实这个表演呢是结合体育、艺术跟男生的一个性感力与美。对，那他如果没有表现出刚刚那些招的话，我请猛男的话，对，猛男看漂亮，猛男比较便宜。猛男，那你就怎么猛男？猛男，猛男。猛男，那你就太肤浅了。对，是一个艺术的表演，不能用色情的眼光看待，对不对？然后其实猛男，哎，其实效果出来是一样。嗯，对他们也是露出4点小粉红嘛。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是，你略黑，对你略。不要攻击人家。太阳晒得多棒了，有晒太阳，有晒有晒。下一组要好好访问一下，熊妮来了，熊妮，你还在笑你略黑？我觉得你很无聊，你攻击那哪种？你那个黑长还要跟他聊？你看太细了啦！好，再次谢谢他们两位，谢谢，欢迎熊妮，用熊妮带来风靡全球。哎呦，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熊妮吗？是熊妮是吗？哇塞，他是 Rakuten 对不对？好像是 Rakuten girl 哦。哇，一跳起舞来杀气好重，跟颜色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来个尖叫才打吧！
情掌声鼓励一下。哇，太猛了！哎呦，哎，这是我们认识的熊妮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哎，太意外 ，Lucky Ten Girl 对不对？大家知道了，平常就 Lucky Ten Girl， 他每天要在跳啦啦队，可爱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各位，我们台湾有一个世界第二的国标舞者啊，熊妮！哎呦。你跳这个国标跳多久了？我已经跳第十一年了。跳第十一年，你很资深的哎。对，因为我很小就在国外学跳舞。真的呢，有没有？哎，爸爸妈妈六年就砸了一两千万，天，真的花不少钱呢，对不对？学这个啊，你这个很辛苦啊啊！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你去过黑池啊？我们是去德国公开赛。哦哦，不太一样。哦，德国那不一样，英国是黑池啦，最高。你去比赛那个地方自来水杯？不是。不是舞蹈黑池，不是不是，你那是化粪池。太多，没有那个，没有那一池啦。那学国标，然后后来当啦啦队的舞者，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变蛮多，因为以前我的目标是想要拿世界冠军，嗯，但是对，因为今年就是我的舞伴，我的哥哥就走了，所以啊，你亲哥哥，我的亲哥哥是你的舞伴，跟我跳十几年的舞伴，然后对，所以就是很突然，没关系，突然，对啊，所以才决定就是好好的往演艺圈跟啦啦队努力，对。对，聊那么尴尬的话题，我对啊，没关系，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 ，sorry， 没关系。但是感觉你在跳的时候有带着哥哥那份力量，有，就是把他的那份一起努力，然后表演呈现给大家看。对啊，要不然他们一般哦，他们跟那个 partner 都会交往，哦，基本上是还 OK， 对不对？会嘛。因为他会有一种感情的交流。不后啦，不后啦，不行，先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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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间从张学友变成陈雷啊？雪狼舞，先不要来找我。刚刚讲的非常好，带着哥哥的精神，继续表演，但也不要放弃。对，今天这个表演是完全里面最专业的，真的非常专业。上了这个舞台要十几年的时间，对不对？吓死人了，真的比林湘还大。不是吧？不是不是，同一队的嘛，对，同一队的，同一队，同一队。我是比较少接尾牙，但是呢，我接尾牙的话，他们几乎日后每一年都会固定让我们变成固定的，对。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只要有音乐、有场地，然后有人就好，人来就能表演。对，像有那种器材太多的，其实有时候尾牙会觉得跳过呛，真的太多。你现在是在说那两兄弟吧？没有，超棒。器材要比他们多的很难哦，不容易哦。只有一团器材，别人就阿米老师器材别人。对。哎，没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啊。嗯。你看，像那个老板娘都会很担心，你看辣妹团都这么辣，都那老公眼睛都不知道放哪里。对。找我们这种就是专业的，就不会有这样子。哦，因为都会配好舞伴的了。哦，已经有舞伴了。来，子晴，子晴，你觉得？因为这个是 international 的，是是，所以18万，国际，等于说看之前花很多钱在看完这四团的表演，你们公司已经破百万，没有钱了，是8万太贵了啦。可是因为我觉得是国际，我没有看过国际，因为我们以前找的都是就是小舞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国际的话，通常价格真的就是比较高。哦，子晴就是看他这样，就是喜欢乱花钱。他们公司是现在有赚钱了，以前刚开始哦，没有赚什么钱。尾牙只有一团来表演，一团风神无双，来杀神，那也很精彩，很精彩。来来来，深田，深田，我觉得差不多9万呢，因为包白包是吧？没有没有，对，怎么会9万？怎么有这种数字？穿黑的，你以为来致意？因为我跟你讲，我刚刚在看这个表演，是唯一让我起3次鸡皮疙瘩的。哎，真的，这倒是。因为我其实也看过蛮多表演，但是他们的舞劲跟他们的眼神其实有电到我，我吓到。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尾牙真的应该会接到很多场，对，真的播出之后应该会国际的表演，欢迎大家找我们。对对，没问题没问题，他们就表演很有水准的嘛，对不对？当 opening 的舞蹈最棒。嗯，来评审。哎，我的开价是6万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嗯，像这么棒的一个国际得过奖，6万，你 A 5万5。
我会再加一点。不是宪哥，我要讲，这要看客户推，因为这个要社交名媛，也就是大老板的老板娘。他是因为国际标准舞是在标了，对上流社会在主流。哈喽，如果是郭董的话，不就对了？是啊，你要推这样的，那老婆本来是他的舞蹈老师，对对，跳跳跳 ，dancer， 对对，要看对象的公司去推，老板娘喜爱这方面的，一定就对了。哦，这不错不错，恭喜哈，今年的准备好好接尾牙了。好，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一起来欢迎尤尼克当。马戏团，击鼓申冤，大人，恕我拦轿申冤啊！恕我拦轿申冤啊，大人！不要冲动，冷静。我已经快把刚刚的疫情蛤蟆全部吐出来了。他们主要是蛤蟆在拉。有一谬言，谬言嘛。上厕所是吧？好，他举高，他不敢看。我们用看的一下都湿了耶。哎呦，来，欢迎上位，来，替你们很紧张啊。很辛苦哎，真的是王者风范。你看哦，高手，我们练练舞、跳跳舞还不会受伤，对不对？这个太危险了。他们都不一样了，但难免都会摔下来或干嘛。你们的戏码应该有很多吧？啊，对，我们的演出就是看
老板们、厂商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会尽力去配合他们想要的表演。他说：“董娘的需要，你会配合吗？”就是穿三角裤，对啊，收下钱，他唱价钱。你这个人，你应该是说必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你刚刚在上面那么感动，现在还砍价钱？他长得像一个巨星的儿子，巨星的儿子，哎，真的有房祖名。哎有哎，他们这团都明星脸，黄祖明、黄祖明、黄灯辉、陈磊、没啦，啊，你们都是学什么本科的？他们两个是，两位是，然后我是非科班生。啊，然后你叠最高？对呀，他 OK 啊。那靠他爸爸就 OK 了，对，我演起来比较危险，真的。啊，你练多久？你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要研究这个。我练这个练了5年。5年，对。哦，这个以前这种叠罗汉、叠椅，这个是传统的戏嘛？是。对，所以他们也要会顶缸啊，一定要练习。哎，很多的通过转毯啊，会不会？你没有转毯吗？对不对？那是女生的项目。女生我知道啊，东北二人转，叮叮叮叮，还有转那个有没有转碗？转碗，转碗，转碗，转碗。对对对，这边有一堆碗，然后没有要他，对对对，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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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然后每次要等那个盘子快要掉下来，然后然后赶快再补两下，对对对，哦，一定要这样。来看看多少下，你们出了几啊？我可以用生命在表演，让他们来当我的员工就好了，就是买他们的人生，因为刚看了这个好担心哦，而且尤其是最上面那个，他刚刚好几度手脚一直在抖，对，然后手一直出汗，然后他一直在摸裤子，好担心你哦，对啊，你就把裤子脱掉就好了，哎，姐姐太夸张了，老板这样就是老板娘，真是啊，多少钱？你觉得多少钱？我这个还是会给高一点，因为其实他们本科系，他们就是真的是花十几年在这个学校学这个东西，杂耍，哎，当时杂耍团的嘛，对，杂耍团不是他就是有特技，对，他们有很多项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种。然后他就是一生就在表演这些东西，有朝一日搞不好变成太阳马戏团的团员，对对对，对，这是他们至高的一个殿堂嘛，对呀，好加油！台湾以前有李唐华嘛，对不对？最早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呐，真的徒子徒孙的，哎呦，传到现在，对呀，现在年轻人大家哪愿意吃苦？因为这个太辛苦，对，很辛苦啊。来来，平生。哎，我这边是出36000，36000。那这个一般会邀请的企业，就是说业绩很好，蒸蒸日上嘛，对不对？蒸蒸日上。哎，该吃太多这个虾子了哈。没关系。但是呢，有一个保险费啦，可能要为你们再加保一下。要。啊，那落来我跟他虚拟货币。哦。啊，有哎，这个掉下来是很不吉祥的，所以我要做保险。但掉了，是我们公司也倒了。哦，真的。对，其实有这样子的风险呢。是有这个风险。有没有曾经表演然后掉下来？表演的时候没，但练习的过程有。对，有一次是我练习到整套流程都走完了，然后我要下来的时候，下来跟旁边的同学啊这样嬉闹。就不小心从3张椅上面摔下来。哎呦，对，所以不能嬉闹。对，在表演全程里面，他们这个演习视同作战。对，他每次的表演都是很辛苦，对不对？前天看了他们，还有我们的 Table Girl， 还有我们的杠上舞者两位，还有熊女，他们有没有 surprise？ 今年尾牙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恭喜啦！谢谢。